啦，咁啊，年26嘅索马里啊，今日一定要即系开个厂做下啦，系咁啊就哇啲水好似出咗镜，唔系咁好睇啊，收埋先。咁啊，即系当然啦，你知啊，嚟好多好笑嘢发生。咁啊，首先就今年就历史上第一次就年30万会跑马，咁啊早几日我呢个索马里集团都讲过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当然咧又见到我老友啊。哥頓就寫一篇文啦，咁啊當然請阿今日一定哥頓啦，你知啦，之後就嚟緊過年就緊住啲咧，做好多索馬里啲雜談世界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咧就好難同揾到啲嘉賓上嚟，所以今集咧趁年26，我又同阿啲即哥頓我又唔敢話我前輩咁，但係都係一個好資深嘅賽馬人，你同佢拜個早年啊，係咪先？我幾時前輩有冇祝過咧？呢個咩啊？新年進步啊！你知啦，你已經係個好即係。我知你以前冇出现啊，吓，即系个问题就系乜嘢咧？你已经成为即系我哋呢个有个叫做福种嘅人咧，成日话你系寿星公啊嘛，一个好即情系一个好，我谂中国人最中意见到呢一样嘢噶嘛，福禄寿，嗯，系嘛？佢唔知系咪话我系福啦，系咪先？我唔知有冇福啦，寿就一定系你啦，禄我唔知搵唔到一个有钱嘅人，我暂时未有，咁我都应该我有阵时福嘅系咪啊？咁啊话你系。壽星公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當然啦，嚟緊就聽晚就其實起碼好淡嘅，得8場嘅啫。啊，咁啊，大家個焦點咧，其實而家就唔係去咗初三度，係就去咗年30萬度。咁啊，年30萬我之前講過啦，我就到而家都唔明點解要跑年30萬啦。即係其實當係中國人舞蹈，已經當係中國騎師舞蹈啊，都同屌佢當係中國人舞蹈。嗯，咁我即刻我寫一篇文，聽日會喺呢個我唔知佢咁啱出街啊！我其實又數過呢個應家柏咧，今年係香港第24年。哦，而佢98年嚟嘅，當然98年嗰時未坐正啊嚇。咁啊做咗24年，其實24年即係1/4世紀啦。係。1/4世紀其實應該香港人嚟噶咯。咁啊，都係。唔好理唔明中國人個習俗，年30晚大。即系团年之夜，系比每一个日子最都要紧要，系应该唔掂得噶嘛？等于鬼佬个圣诞节噶嘛？系咪先？哦，所以佢今年咪整个世界融和大揽炒咯，圣诞又跑马，唔系佢平安夜，话跑马团年又跑马，大家唔好嘈啦。但系问题呢度，我哋华人社会嚟嘅，系冇错。你试下第日喺从化跑马，你连30晚跑，嗯。你睇啲中國人會點樣對你？係咪？我當然我唔知點解啦，即係你話冇賽期嗰啲，唔好再講嗰啲冇賽期嗰啲嘢啦。人哋賽期都做緊，跟住阿習主席啦，賽期冇賽期呢個字唔好諗亂講添啊！政治唔正確啊！賽期人哋北京市長嚟㗎，之前冇賽期。我係講咗好多次㗎啦，應該即係當去到88次跑馬嘅時候咧。即係我哋所講嘅賽期咧，就俾我哋好多好多限制啊嘛，又要週中一次，週末一次，有啲特別日子一定要跑，有啲日子一定唔可以跑。喂，啲嘢你知噶嘛？咁你唔彈性嘅話，就唔關個88次事，唔關個團年，係唔關連30萬要跑馬事喎。其實，仲有你嗰啲高層個個都過百粒人工，嗯、喂，呢啲人咧喺我哋心目中係解決問題嘅人，啱啱先？系，但系从来而家唔知点解马会请埋好多呢啲人咧，我敢100%噶啦，就肯定系冗员嚟嘅，即系冗员得嚟咧，我都唔怕得罪讲佢啦，再讲再再衰啲，直情系废柴，请埋好多呢咁嘅废柴喺度，唔知嗱，从你背包事件啊，揾嗰个公关，你即系赛马会点解会近年要搞成咁啊？系嘛？騎師又唔嚟，即系个档冇理由咁噶，使咁多钱，嗯，系嘛？即系天下第一慈善机构，故宫博物馆，你送你唔系搞成咁系嘛？哦，呢个系一个大到不能倒嘅大怪兽出现嘅事情嚟噶，我哋又可以将呢一系列嘅事情 refer 翻到张生成日讲嗰句嘢啦。高層又點，中層又點，低層又點？喂，原來呢件事的確係發生緊嘅喎，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啦，啲賽期緊密，大家知嘅，有邊啲日子跑得，邊啲日子唔跑得，大家都知嘅。
你係緊箍咒，你係要一定要禮拜週中一次、週末一次嘅話，咁件事係唔會解決到嘅，永遠都會撞到呢啲特別日子嘅話，咁點算啊？唔係，同埋你點解你話搞咁多嘢？你因為就啲咩騎練九月四號唔開羅啊嘛。如果九月四號開羅，冇咗呢日練三十萬噶，即係當日有冇人suggestion上去？嗯、喂，如果咁样咧，喂唔掂喎，喂，我哋要连卅万跑，有冇人敢写过呢个报告？佢哋系啦，嗱，只可以讲佢哋真系头痛医头嘅啫。嗰一刻佢见到咧，就我哋谂翻当阵时啦，我谂即系七月零八月嘅时候谂赛程啦，嗰阵时就系因为有好多呢啲嘅限聚啊，呢啲咁嘅赛马防护炮啊嗰啲嘢，咁啊众怒难返底下就得到一个延迟一个礼拜开 lift 嘅事情啦。咁跟住得到佢後面嘅結果，咪就係、是、哦死啦！我原來唔記得咗，原來係有過年呢一樣嘢嘅。原來咧呢件事都會令到另一樣嘢嘅眾怒難返出現咗喎，一樣啫嘛。咁你咪咩咯？你咪揾一日跑，禮拜二、禮拜四、禮拜日咪得咯，咪解決咗件事情咯。或者禮拜二、禮拜五、禮拜唔係未試過㗎。即係依家睇翻個成個 Canada 嘅話。我哋可以將十五、十八、廿一號呢三個賽日咧，全部褪早一日咧，基本上就可以將個問題咧解決得七七八八嘅啦。不過就出現咗呢、這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錄影呢一個禮拜出現咗兩個週中嘅賽事咯 ，midweek 嘅賽事咯。咁呢一樣嘢係唔係馬會不能夠接受嘅事情咧？唔係，冇可能接受。禮拜二我哋冇跑過咩？有跑過啦，以前咪熱杯，我哋就會夜晚跑。星期四冇跑过咩？嗯，点乜所谓啫？咁你最紧要你要出嚟讲，大前提就系我做件事系为普罗马迷着想。啊，我唔敢嗱，我就唔会去呢、這个去到呢个位喎。马迷啊，冇人揾支枪揾把老牛扛住你要赌喎。马工作者啫，马工作者都有分几个层面噶。有啲赞成噶，系系开啊嘛。我見到有啲話服務性行業嘅都係禮拜假期要開工噶啦，依大時大節要開工噶啦，嗱嗱嗱，賽馬唔係一個必然要有嘅服務性行業嚟嘛？大家有冇搞錯啊？如果有啊，要日日有，冇錯啦，我認同啦，係嘛？如果你就好似外國咁樣，嗰啲澳洲啊、南非啊、法國啊、英國人都跑噶，不係咩馬場啫嘛，係咪？因為你咁樣，即係我嘅意思就係。明知呢个系一个红线，嗯，吓、啊、就点解要系要捉摸嗱？冇、啊、即系你搞到我谂马会咧，全香港最多嘅雇员嘅机构啊，我唔知道有需要几多人嗰日翻工啊，咁啊兼职啊好多人啦、啊，咁你连到差大哥警察又要揾人去啦，圣约翰救伤队又要去啦，系嘛、嗯？你嗰啲马工作者，我哋呢啲咧又要夹住啦，因为你要写稿啊嘛。又要諗計寫好啲馬啦，又要及住啦，有人講現場啦，咁咪又嗰度有餐飲部咧，幾 Q 多人啊！哇，跟住九廣鐵路又要開條線入去啦，啊唔係九廣港鐵，有冇九廣鐵路啊？港鐵啊，巴士又要開，小巴又要，即係好多人係你話服務性行業，但係呢一日係大家都知唔掂得，一早知唔掂得，點解？咪呢個禮拜咪年廿九跑咯，嗯。听日依夜晚咪礼拜二跑咯，咪搞掂咯。理论上系，我谂冇人会话你戆居，人哋仲觉得你识弹性。而家你个成个感觉就系呢个机构系冇弹性啊，即系摸落啲肉咧，似你啊，似我啊，松泡泡噶，冇弹性嘅，吓、啊，即系好似嗰啲六七十岁嗰啲女人嗰啲胸，你会唔会去睇啊？下垂嘅，有啲人有兴趣噶嘛？咁你变，咁你玩嗱，咁当然而家都有人赞成，咁嗰啲系变态咯。喂，你冇屋企唔代表人哋冇屋企喎，大哥，人哋即系我听闻啊，嗯，我睇过个报名表啊嘛，系有一场得六只咋，系一场六只，一场七只啊嘛，好似系嗰两场高班嘅，好似四班都唔多人跑啊，唔知点解，系啊，四班都多嘅。即系我咁讲啊，传统啲马主都大家族有钱佬，喂嗰日都需要准备啊，约咗阿哥准食饭，约咗赌神食饭，约咗阿希食饭，我要揾啲厨房朋友
ready 噶嘛，啲傳統有錢佬都應該咁樣，係咪先？所以啦，所以啦，佢哋唔係煮嗰、那個，佢哋食嗰個咋嚇？佢哋都唔係，佢哋都係少啲啦，少啲少啲馬報名啦。即係咪可能同連馬師講喂，嗰日我唔入場啊，唔好報我只馬。冇錯啦，咁啊有呢樣嘢啦，第一有呢樣嘢啦，第二12:15開跑呢一件事情代表住啲乜嘢先？佢即係佢都知道聞到味啊嘛。定係有人俾咗啲味俾佢聞咧，嗰陣窿味已經出現咗，然之後先至，冇計啦，咁不如12:03啦咁樣。其實咪引得到個眾怒難返嘅事情，跟住我都係要妥協啦咁樣咯。我本應唔想噶，我編得連300,000嘅話，我就諗住大家大攬炒噶嘛，融合大攬炒噶嘛，結果都係唔得，冇辦法啦咁樣咯。咁咪提咗9個字，有用咩？咁你每日5:00嗱，重要啊！求神拜佛嗰日冇嗰啲咩马又冲闸啊，骑师唔小心啊，嗱冇嗰啲嘢添啊，咪又吞迟几个字啦，就大银幕啦。你唔好讲呢啲嘢啦，一讲就中噶啦，好邪噶。真系唔好搞嗰啲添啊！啊，其实点解唔系11:00跑咯？11:00半跑咪，即系你谂啦，啲嘢系都话我上个礼拜讲咗，如果有一个家庭因为屌我个老公烂赌，搞到。因为嗰日跑马搞到家坐弊，你于心何忍？你一个慈善机构嚟噶嘛？呢啲钱可以唔搵噶嘛？系咪你可以唔搵？咁当然你成日最后嗰句又系话，嗰句又系，嗰句咁句就冇叫你赌噶，你赌啫嘛，关我哋咩事啊？系啊，咁我明佢咁冇所谓，因为佢把老牛嚟到行住你赌噶喎，呢个真噶。因为佢唔惊就咩啊嘛？佢而家查人哋讲咗好多次噶啦，佢有20-30%系汇合彩池嚟噶嘛？即系我唔知汇合到啊，即系益咗你呢啲人啊，系嘛吓汇合噶嘛，大佬，你哋嗰啲人点赌都得啦，系咪先？你嗰啲人冇过年气氛噶嘛，你嗰度系嘛？冇过年气氛啫，唔代表咩嘅，自己都会整下萝卜糕吃下嘅。咁我唔理你噶，你哋可能你啲，因为你个气氛问题，你咪一路吃住萝卜糕一路赌咯，仲正啦，系咪先？嗱，呢个就系、是。佢哋啲人成个百粒嘢连身谂啲乜嘢出嚟咧？究竟知唔知香即系普罗马咪要啲乜嘢咧？成日都好似同个时代脱咗节啦，明唔明啊？哦，差唔多噶啲城魔之路啱线嗰个咩劳福局定系乜嘢咧？讲最低工资嗰阵咧，话我哋攞最低工资，其实我哋咧就唔系净系为钱嘅，我哋有咩社会责任啊？我哋啲咩嗰啲咧？跟住慢睇。听晚睇小米倾偈，啱啱录咗。哦 ，OK， 咁我 refer 翻咧 ，N 年前咧，咪有个地盘佬讲咧，你咁样辛苦为咗做翻工，为咗乜嘢啊？咁样为咗爱定系咩责任？跟住穷啊，大佬。唔系啊，你我净系叫个局长朝头早六七点去坐地铁，点解个个人都乌眉瞌睡都要上班？系啊，啲头班车啊，你知本人以前做啲咩职业噶啦？嗰头班车迟开少少咋，孖到飞天啊！喂，大佬，个个翻工，点解要冇啊？即系你明唔明？最紧要，我其实马会我而家我应该招聘我啊，我系唔离地嗰个人啊，我系贴地啊。而家你唔知你身边嗰啲人咧，嗰啲咩所谓嗰啲 executive 啊、manager 啊，全部都咧离地啊。即系直情唔知呢个香港赛马系乜嘢嚟嘅，净系谂汇合彩池、汇合彩池啊，惊你哋啊，惊你哋唔开心啊！五条孖 T 咯，得二重奖过关，发达啦，创造命运啦，创造有钱佬。喂，谂下，即系马迷需要咩？入得唔做马迷，多数都虾嘢多噶啦，咁容易赢到钱咩？系嘛？你睇我哋啲行家有几多个身光颈靓，住紧阳明山庄就知啦。可能会买阳明天空，但系唔系住紧阳明山庄，系咪呢个事实嚟噶嘛？即系输到年底仲讲得马嗰啲马评家都要值得好嘢噶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已经即系能够贴咗几多块胶布，几多块胶布啦？有啲唔入狱，你都要佩服嗰啲人噶嘛？系咪先？系嘛？即系有时候唔好离地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奇怪，应该你做件事唔会一个独裁啊，唔会应急拍，系啲人跑，我谂都有人
即係以前古代有一個字啊嘛，叫力間啊嘛，個間字啊，唔係間車個間啊，言字邊係嘛？會力間佢，都會問下喂，唔好喎，阿應總我哋馬會個形象工程會受損嘅喎。唔會呢樣嘢我就冇寫到出嚟嘅，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講題材嘅話，我就覺得即係你見到我段文，其實我係同呢個香港嘅賀歲波嚟到講啦。但其實我之前咧，我之前有一段嘢，我曾經有諗過嘅，就係你有冇仲有冇間官呢一樣嘢咧？當呢個機構大到不能倒，係一個大怪獸級別嘅時候，再加上應該要做間官嗰啲全部都已經被圈養嘅話，咁仲有冇呢啲聲音啊？最慘係上年走咗好多啲。即系而家唔知呢个机构点样啦，但有个感觉啊，就好似某即系我哋某国家啲国情咁样啊，边个有机会角逐嗰啲位嗰啲人咧，全部走 Q 晒喎，系咧，好得人惊嘅，咁啊唔知啦，我唔知即系点解会咁啊，我唔敢讲，但系咧，正好应该你会圈即系会开会啊，成啊，系咪先？嗱，我睇一幅图啊，阿导演，我俾你睇过，嗱，原先咧。年初八咧有一个书法表演，嗱谂呢个名个人咧应该即刻炒咗鱿鱼。佢话玩彩虹书法，咁我唔知道马场要点样为之书法，仲要彩虹啊，即系五颜六色啦，即系书到五颜六色。谂嗰个人，我除非呢个经理一定鬼佬嚟噶啦，一定系鬼佬，唔系冇可能啦。不过咁呢个活动咧，应该一早闻到味啦，即刻取消咗。吓嗱，我最近报名嘅，我谂住年初八入去噶啦，已约埋啲马迷入，诶几个会员入去。点解咧？我要希望呢位书法家帮我写几个字。第一，佢问我写咩徽章啦，我第一写书少当嘢，嗱呢个最基本啦，系嘛？我第二头关即断，我实输嘅第一个。第三，我啊成日有噶啦，填错号码，又即系我叫整个徽章，我叫警惕自己啊，系咪先？系嘛？第四又系成日做嘅。买边中批系嘛？阿伯唔知道英文写唔写系嘛？嗯，呢个都有啦，系咪先？咁系嘛？呢个都系咩噶啦？做咩？屌或者美关断埋系嘛？即系你个开会噶嘛？嗱，仲要收$40个人，我入噶，报名啊？点解报名条？咦，冇咗嘅？哦，原來最近啱啱應該呢兩日有人問到未啊，取消啦嚇、啊，即係網上有人講啦，彩虹書法，你講啦咩嚟㗎？彩虹書法，彩虹書法其實好靚嘅，以前喺香港都有朋友喺過年嘅時候送俾我嘅，咁即係咪就是七色咯，咪就是七色咯。咁如果你用我哋唔用彩虹書法嘅話，咪七色書法咯，七彩嘅唔同本色嘅書法，即係五顏六色啦、啊。啊，即係五顏六色其實呢個字都係貶詞嚟㗎。啊！即系头关唔中啊，尾关唔中啊，然之后就填错 number， 乜都成晒，咪七色书法咯。OK， 香港有16，头先啊录影之前我数翻啦，香港有16种嘅玩法噶，你试下16种嘅书法都得噶，其实。唔系，即系我个会员问得我好笑，佢话小米，如果你入场，你系咪真入场先？入场一齐，我话系啊，我报名啊。咁跟住佢问我，佢话如果你谂住写咩书法啊，佢梗系以为我搭龙马精神嗰啲噶嘛。我话佢还掂要我想我输啊嘛。又要我五顏六色書啊嘛！我梗係寫我真係我人生我最希望呢樣嘢啫。入馬場都係玩啫，我自問我都贏唔到大錢嘅，咪輸少當贏咯。又多筆畫，係咪寫到嗰條客書法佬 high high 咁樣，輸少當贏個輸個贏嗰兩個字幾鳩多幾 Q 多筆畫，又仲要寫草書啊，一寫到揾到你 high high 咁樣啦。跟住又做咩想寫啊？咁啊，梗係。买马买只六环彩，梗系头关即断噶啦，系嘛？系咪先？咁第二仲有咩啊？我希望佢写几个字提醒我，我成日填错号码，系嘛？咁啊，第四个即系个个人都做噶啦，买边得批吓，唔系跟住再写，我唔知个徽章写唔写5个字啊？买批啊得第四，咁啊呢啲咪书法咯，咪就彩虹书法咯，啱啊啱使啊呢啲嘢。咪即系你谂过度过，你开会都唔应该呢啲出，即系我系咪太唔识中国人传统赌仔嘅心态，系咪一啲都唔明？佢哋唔会唔明嘅，佢哋只会明咧有啲嘢塞落去咧喺啲节目啊，中国人嘅节日喎，塞啲中国嘢落去啦，咁就啱使噶啦。系啊，咁所以喺呢个概念上面佢冇错噶喎。
早兩年咪送線嘅，咪線 Q 你哋嘅，好似。嗯。即係你諗下，喂，中國人，喂，中國人中國人中緊啲咩啊？嗯。係講意頭啊嘛。係啊。唔係人哋都會著紅底褲、紅衫成啊！你試下，如果你著撚到一件發財嘅撚樣，你睇咩男撚到撲街？你過年試下著撚到白衫、白褲、白鞋乜撚嘢，係嘛？你唔撚你有睇冇人鬧到你撲街？係嘛？即係你開會，即係你開個會，我唔知係咪全部鬼佬啊？如果真係只有全部鬼佬先唔明中國人嘅傳統，中國嘅傳統你問下人，你求其問你嘅你嗰啲資深馬評家，問你哋個主席都知啦。彩虹書法，屌你想我點書法先？你亦都可以見到的，其實在過年期間咧，嗰啲 PR 姐姐咧，大家換齊嗰啲咁啊，一係就唐裝啊，咗冬天嘅話就通常係嗰啲咩火紅色嗰啲咧，嗰啲嘅套裝噶嘛。咁你唔披埋大口？就老實啦，我啱先禮拜日睇直播嘅時候，都見到啲桃花喺馬場度出現啦。其實係咪真係唔知先？唔係你開會點會諗到呢樣嘢先？啊！即係你知唔知賭仔係姓賴先？嗯，咁点解你会写彩虹书法？彩虹书法俾我谂到，喂，哇，要我输都唔紧要啊，仲要我输到五颜六色唔好啦，哇，咁捻趴街，咁赌，我跟住我都唔，我望一望我自己监表，咦，年初八放假，我唔理啦，四兜嘢，四兜嘢，我入场啊，值得货俾佢啲四兜嘢，四廿蚊一俾，因为我要睇下咩书法家点样出咗，我一定写噶，佢够唔捻胆写，我唔理，我就输少当赢。我寫兩張之後，我唔撚貪心排隊。我諗啊，輸少當贏，頭關即斷。我寫撚完呢兩張，我屌我，跟住我仲要表起佢添嘛。我嘥啲錢去表啊，要警惕我做人啊嘛。嗯，咁撚難賭啦，報應啊呢啲。咁我咪屌啦咩？係喎，報應喎，仲唔報應啊？連三晚跑啦，完馬俾老婆馬撚到飛起，係嘛？我斬料都時間啊，大佬揾料斬，撲街！咁我又聽撚塞緊耳仔喎，塞緊只貓仔又聽馬，係嘛？又要煮餸喎，啊！佢唔俾老婆鬧喺度，屌你家真係隨時即係大撚家利是，屌你俾老婆真係你知啊！睇完正義回廊都唔撚咁撚串噶嘛，係咪先？屌隨時攞把刀仔出嚟，唔撚驚啊，係嘛？跟住再諗。哇！屌你唔使咁毒啊嘛！屌你咪彩虹書法，你想啲馬咪點書法咧？嚇、啊！即係唔使咁撚毒啊嘛！即係開會嗰班友全部食濕米啊，定係唔識中文咧？佢哋唔係唔識米，都唔係唔識中文，亦都好顯示到依家呢個會係由啲咩人控制住？嗰扎人咧，應該十之八九都係好有學歷，好有學歷，肯定呢、這個好肯定嘅。但係咧，就對於賽馬係完全就冇。知識你都冇一啲相對好似邪門啲嘅嘢啊，偏門啲嘅嘢啊，咁樣嚟到冇用啊！理解呢一件事咯。你即係你今日各位朋友，如果現場睇聽我哋嘅節目，你試講一個賽馬會嘅 show， 即係做嗰啲嘢係好正嘅。嗯，講俾我聽，你講俾我聽得噶啦。係啊，即係唔好話已經背包，你唔好講啦。唉，嗰算叫數。唉，即係係嘛？你唔好讲嗰啲嘢，唉，算 Q 数啊，真系。你讲一样嘢俾我听，系即系冇理由噶，搞 show 呢啲，喂，请我啦，我无需自荐啊。喂，搞 show 唔系咁搞啊，大佬，真系嘛？你搞啲嘢出嚟系反效果啊，搞嚟做咩啫？佢唔系反效果嘅，佢有 noise 俾你嘅，不过全部都系错嘅时间做啲错嘅嘢啫，冇嘢搞系咪先？唔系，即系你先其实。一登你知唔掂啦，而家不呢單嘢取消咗，我而家四廿蚊冇得啊！我諗住咁，我而家搞到我四廿蚊，我諗住都點講啊？嗰日咪買條單 T 咯，一月廿九嘛，應該係董事杯噶，咪浪漫勇士加州星球金槍六十咯 ，T 都冇買啊，單 T 好啦。唔係，我驚我一買就有一隻唔喺度啊！冇啦，唔好害人啦，系咪先？我啲灯嚟噶嘛，大佬，系咪先？我先讲啦，输少当赢啦，系嘛？即系你，即系我成日讲你，问下民间谂咩啦，唔好扮高高在上啦，系嘛？即系点解会？即系你问下民间啲马迷中意啲咩？嗯，系嘛？即系你要贴地啊嘛，要唔好离地啊嘛？离地咗好多年噶啦，醒啦！扮咩 Q 高级啊？喂，开赌就开赌啦，系嘛？你试下葡京门口话开，喂，今日阿何生话送彩虹书法，你睇啲赌仔点同你讲？
死十次都唔掂啊，老實。係咪？即係你試下葡京門口講呢啲嘢啊？係啊。今日係咪唔會做呢啲嘢噶嘛？你咪直情我教你，你咪唔識中文啫？你唔係話請個全香港寫字最靚嘅，嗯啊，即係草書專家，唔好寫話書法，幫大家寫開運揮春，嗯，係嘛？好似即係跟住你可以吹水啲文係開個缸，係嘛？大把馬咪真係爭，嗯，你即係用下啲字眼諗過度過，有冇卓先？嗯，冇卓嘅，喂。过年讲乜嘢啊？喂，唔系几得喎，谂过啲字眼啊，嗱呢啲好粗疏嘅谂法啦，即系等于你个背包嗰时已经整喺度镬足，你已经醒啦。嗰个部门我唔知个话头有冇俾人炒啊，我唔知啊。即系我哋可一物相承，背包啦，咩帽啦，呢单啦，之前我哋讲过咩龙马啦，全部嘅嘢咧系线咧，全部嘅嘢系一样嘅。指鹿为马啊嘛，啊系啦，即系系有唔同嘅 item， 但系出现嘅结果系一样嘅。咁咪话我咪头先我咪讲咯，成件事讲紧嘅系呢个机构依家呢一扎嘅管理咧系人才嚟嘅。我相信全部都有唔知咩学位啊，唔知咩经验，都齐晒啦。但系就冇一个赛马嘅 sense 喺度。冇，即系明即系你要，我成日话你哋成日唔好落去吹，你够唔够胆落投注站啊？系啦。你撳我打先，直接呢個彩虹書法唔喺馬場度搞，嚇你知唔知？全港各大頭，你寫呢個你落保安道嗰個咩啊？你落保安道街市嗰個投注站咧，你話有寫彩虹書法啦。各位，我哋去到邊度？嗰啲咧，依家啲廣告賣咧，嗰啲咩實體店啊，裝修過咩電器道啊，觀塘廣場嗰啲，我就擺檔聽下會點樣。係啊，你話寫書法啦，各位今日同你大家一齊書法。係啦，即係你明唔明？即係你有時啲嘢。你而家問到未取消啊？即係唔係你斬你自己尷尬？我會唔會點解貼地問下人？喂，係一個好困難嘅嘢嚟嘅咩？係啊，只要問一啲坊間街頭智慧，你就知道要唔邊啲搞得，邊啲唔搞得噶啦，係咪？唔係究竟係咪有人啊？即係又瞞上又瞞下，究竟係咪有乜人欺騙大家講啲假話？我諗呢個社會就係真係啦。全部都是而家咪全部咪即系变咗当年嗰只小龙马嗰单嘢咁样咯，全部都指鹿为马，全部咧都系我祖先个，全部都掩耳盗铃，自己呃自己，所做嗰啲嘢。近年你吓啊，有啲人为咗捞求捞，话香港够骑师啊，话香港赛马水准高啊，呢啲又讲得出嘅。有人为阿莫雷拉开脱。啊！有人无端端讲好大轮香港骑师好掂，你唔觉得呢啲系全部意图或企图咩？系你可以话喂，我睇法唔使一致，但系呢啲系咪真系理性嘅讨论啊？呢啲系咪有啲其实系为我唔敢话收钱啦、啊，系咪为讲而讲啊？系嘛？点解唔？如果老实讲，我之前讲我哋先贤嘅阿董彪先生，如果喺度连30万跑马，你觉得董彪点讲啊？嗯。系啊，即系可能佢直情叫亚洲电视唔好直播添。系噶，亚洲电视俾钱，有机会啊呢件事。系咪即系可能佢有呢个勇，有佢够又有呢个勇气。而家梗系唔会有啦，系咪先？大家求捞啊嘛，冇得捞点算啊，大佬？点会啊？依家全部都系马会啲节目嚟，你问下嗰啲收费嗰啲仲会唔会播？实播啦。系咁，同埋即系，但系佢又冇体谅过写马经啲人啊嘛。嗱，呢样就系我想讲嗰样嘢啦。全部人都可以有發聲空間，呢一班咧有冇咧就兩睇嘅啫，唔會發聲。你哋有能力，你哋係有你嘅格子，有你嘅聲音，喺一開始嘅時候就去嘈呢一件事，但係有冇嘈到咧？喺暑假期間，淨係有報道過年30萬同埋呢個Christmas Eve 跑馬，但係冇任何嘅批評聲音嘅。以往咧有冇呢啲批評聲音之後會發生呢啲改賽期嘅嘢咧？我唔知道，但係我淨係記得咧，所有公喺暑假公布賽期嘅時候咧，都係話要行政會議批准嘅。咁喺行政會議批准之前，係咪有呢啲機會去發出呢啲反對嘅聲音，或者陳情翻個利害去改賽期咧？係啦，有冇人去講過呢啲事情咧？嗱，喺馬場度 under 馬會。嘅員工嗰啲冇辦法，因為我打馬會工，
佢打佢跑夜，佢跑佢呢個隨直跑夜馬，我都冇佢計嘅。其實係，但係呢一班唔係啊，呢一班絕對唔係噶。我要講明先嚇 ，OK？ 但係得失咗點啊？咩話？咁你會得失噶嘛？所以咪唔出聲咯。然之後咪去到差唔多時候先批評咯。嗱，情況同係咪上季定前季啊？嗰啲五班馬淨係得，淨係計兩個 win 一樣。在季前暑假嗰陣已經講咗㗎啦，我記得嗰陣時得我哋去講呢單嘢嘅啫，所有其他嘅馬工作者係一概冇講嘅，直至到鄭俊偉不斷咁贏五班馬，如果計五班馬佢有可能到數嘅時候，佢先至講嘅。嗱呢樣嘢要真係釐清啊！嗱，老實實，唔好話依家咁辛苦咩？過年冇時間啦，呢啲嘢一早你知㗎。或者係你喺 N 年前已經係放棄咗呢個發言嘅權利，令到呢個馬會坐大咗，大到不能倒嘅時候，就佢聽你睬你都傻嘅話，嗱咁係啲因果關係嚟㗎，講清楚啊！最慘就係而家佢唔究竟邊個有呢個預，即係呢個預駕能力啊？係啦，以往係有嘅，以往我啱啱初入行嘅時候，有一位前輩叫老魏啊，嚇，嗰個梗係犀利啦！嗰啲啊有卡士有 power 去講，依家有 power 嗰啲講唔講？嗱係兩樣嘢嚟噶，就唔好講依家辛苦，唔好講，千祈唔好講。冇啦，冇啦。由上而下嘅事嚟噶 ，OK？ 冇啊，求撈啊，求撈，求撈，即係求撈。係啦，求撈啫，求撈冇錯嘅，但係就唔好講辛苦。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，即係大家個，即係大家都覺得啊，唔係最慘咧，我都講過啦。賽馬會唔會接觸我哋呢啲網上垃圾？媒體噶嘛，喂，跟住咪話俾聽，喂，唔好講到咁盡咯。唔係，即係只會私底下同人哋講小米幾撲街嘅啫，係嘛？係啦，冇有錯啦。嚇，即係話我幾衰嘅，但係你點解唔接觸下？點解我會成日會咁多意見咧？嗯，仲有你話我意見譁眾取眾，係咪件件事都譁眾取眾先？係啦，有冇中過 point 先？我哋講緊呢啲嘢，其實係咪只不過係一啲街坊正常思維裏面得到嘅結果嚟嘅咧？唔係，究竟你哋有冇人俾我去投注賺更多先？嗯，係嘛？係啦。你哋可能賭一張飛一萬，好佩服啊，係咪先？你可能賭一場，你哋不停都有錢回翻嚟，好嘢啊！但係、即係我個問題就係、究竟你哋會唔會尊重？你自己的行業，你那支筆或者你那個，即是你能夠幫到的人的發聲，到今天我的節目都從來都不，我不敢說自己受歡迎，是吧？我從來都不夠膽說，但是為什麼我都樂此不疲，幾年我沒有停過，即是有個老前，以前有個前輩都說我，屌你經常屌你馬會做什麼，是沒有東西撈的啦，那我不是說他不對，他都是關心我而已，但我都說，我其實我真的我自己苦心自問，點解喂有啲嘢想講都唔講得嘅咩？嗯，我做錯咩先？係啊，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好失咁。但係個個當成個社會而家成個賽馬個氛圍，個個都係咁樣噶啦，邊有咁出聲啫？你講多就或者咁講，其實係咪殖民地年代嘅馬會其實都係一個方丈嚟嘅，只不過佢哋嘅方丈嘅程度咧。就未去到咧，會封殺你，令到你冇嘢撈。我仲有好多嘅地方可以撈，但係喺依家嘅時代已經唔同咗咧。唔係，咁其一啦，以前百花齊放多報紙撈嘛，一個人寫三兩份報紙都即係只要你肯寫，你實寫到啊嘛。但係而家你冇咗一張就直情冇得寫，好多都有啦，係咪先？好多以前嘅咩大名鼎鼎都唔知去邊啦。咁呢個都係呢個事實，就係有權，即係個成個嗰個氛圍。香港的氛圍就是這樣，即大家不是說其實有經常都不要誤會我是為屌而屌他，而是做些事是老乜肚嘛，老乜肚為什麼不出聲呢？大家當那條人是鹹濕，經常摸你屁股，你覺得沒問題，都算了，他一次半次你摸得多，他們可能摸你第二度了嘛，為什麼你不出聲呢？大家哦，明白了，這個有第二個課題來的，剛聽的時候就食你豆腐冇問題，唔啱聽嘅時候咪性騷擾咯。其實全部嘅嘢一樣啫嘛。即係睇到呢次，喂，即係香港最出名幾位頂級嘅馬評家，年卅晚出嚟跑馬應該出聲噶嘛？唔係我啊，我就冇人聽嘅大佬啲節目。係啊，係嗰啲最有卡士嗰啲。係啊，即係都要間喂
跑嚟老乜土啊，早一日啦，不如好唔好啊？点解唔出声？嗯，咁大家知咯，即系呢个社会已经即系变咗呢个节目，已经我系自娱嘅啫嘛。因为点解我攞啲题目出嚟，大家开心下笑下啫。我从来唔会话自己影响力，我自己攞嚟笑下开心下。啊，啲人要对号入座，我冇办法。是吧、嗯、你知我讲咩好少人睇，我都好多嘢会对号入座嘛，大佬。哦，佢自己申请嘅，唔关我哋事啊，唔关我哋事嘅啲嘢。唔系，但系我觉得攞件事出嚟讲，你连300万，你以你个百鸠几200万人工嗰啲高层，冇理由处理唔到。嗯。全部读过 MBA， 我啊睇 MBA 嘅啫，我冇读过 MBA 喎。我系嘛，我睇无私，我啊睇公碌嘅啫，我唔肯。但系你有读过 MBA。知道怎樣的嘛，你一定有危機管理的嘛，有沒有啊、嗯、你們讀的書是那些文憑是買回來的，還是沒有實學呢？還是本身你個人是專門上馬會撲街呢？你一連串的行為，近年賽馬會很多行為的行政是覺得很畸形很怪，是什麼問題呢？是嗎？是不懂就問咯，其實很簡單啫，不恥下問，你就問一下一些，喂，即是這行很多厲害人的公關，为什么一次就一次人家觉得你老卵土呢？嗯，就是那个问题就在这里嘛，不是说有人专门赛马会没有人想你衰的，因为为什么每年你捐很多钱 做善事的嘛，这个是真心的，不是没有人望你扑街的，真的从来没有人，你每日没有人望你赛马会不行，因为赛马会每年做很多钱善事的嘛，很多人得益的嘛、嗯、可能失学的青年、医院各方面是吧，整体那百几亿是钱来的。唉，咁我真係想問句啦，即係呢個又可以同森林拉咗關係啦。即係咧，中國人就好講咧咩重善因得善果，馬會好似你所講做咁多慈善服務，咁點解咧？依家個狀況跑馬有跑馬問題，依啲公關有公關問題啊。但係森林唔係喎，嗱，森林唔係喎，森林你知唔知森口嗰啲一個贊助係乜嘢嚟㗎？咩啊？賭錢啊？啊，唔係啊，森口個聯合國難民公署嚟㗎。咦？係啊，咁似巴塞嘅。当年巴塞嗰个状况噶，系啊，我唔要钱啊，我净系同联合国做嘢啊，咁样可能要货翻金俾 UN 噶，跟住森林嘅成绩就上扬啦，依家系咪先？喂，呢啲咪种善因得善果咧？但系点解森林系做到呢样嘢？但系咧喺呢个马会度咧就可以适得其反嘅咧？佢做咗啲乜嘢令到呢件事唔会发生咧？唔知啊，就系系咪系咪已经系咪令到好多嘢咧？其实天怒人怨咧。嗱呢个 point， 我唔知道，我真系唔知啊！即系以我唔系，即系你觉得好多事咧，唔系啊！即系我哋成日唔好话讲殖民地啊，殖民地唔啱啊，咪成日讲殖民地。嗯，即系如果你比较第日，好话嗱，我嗱唔知啊，应好多人都话应加柏先生会永续啊，吓，即系但系如果再比往时一定会第日会比较啦，韦敬成、彭福、黄志刚就算数啦吓，因为黄志刚黑白波已经搞死佢啦，再。比较应家柏点咧？嗯，就即系个问题啦。大家即系比较下，系咪呢个投注率高就系算赢咧？嗯，香港赛马冇第二样嘢嘅。我可能就为咗呢一样咯。所有嘅嘢个基础就系呢度行嘅话，咁所有嗰啲咩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咩什么公关灾难啊，咩七色书法啊，咩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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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嗰啲嘢，其实全部都唔重要嘅。所以咪話咯，我依家我建立緊一個好專業嘅，要好有卡士、好有地位啊，啲員工學歷好高嘅香港賽馬會，但係佢哋原來一啲 common sense 都冇嘅話，咁咪第二樣嘢嚟嘅喎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即係好，但係好少啲商業機構會咁啊嘛。嗯。即係通常啲商業機構係嘛係嘛，即係好唔會錯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。即是你是挑战你现在挑战你香港人极限嘛，即是马迷极限嘛。哦其实这个就可能马会的错来了。过去这二十几三十年，如果我们呢在这个赛马或者博彩上面呢，令到更加多的后生仔可以得到这个赛马的知识啊，或者这些偏门的东西的话，那入得来做的这些大学生啊，有晒 degree 的人呢，就应该有这些赛马的 common sense， 然后呢就不会可以得到这些这样的灾难性的结果了。不是。应该是这样了。表面就是，但是当你有一日你会 download 咗佢嗰个足球 apps， 佢每一日都叫你唔系赌钱，每日都逼你做一个新任务。今日送顶帽俾我，请你换咗佢，请你 share。今日换咗块眼镜，叫你 share， 你都觉得你唔讲三两个字粗口，你一黐都线嘅。我屌你赌波啊，大佬，我做咩任务啊？
呢啲就等於係咩啦？你係連獎啦，唔打機啦，唔打手遊啦，每日登入嘅話有佢任務，然後得到啲獎品噶嘛，虛擬獎品冇獎品啊，未到獎品啊，嚇、啊！手淫我啊識，手遊你即係你做啲嘢出嚟，賭錢世界，嗯、等於你買鋪大細。之前唔該你做啲，喂，整條領打條煲呔先至準買。喂，我做完啲嘢。不代表我盘波会中的嘛，我可能就啱啱同你对赌，你条死嘢成日买森林，我就买对面，咁咪领晒嘢啦呢排。咪系咯，即系，唉，真系，所以，唉，所以，算啦，真系冇晒 Q 啊！唔系，睇到我今日讲啲啊，希望就即系大家俾面吓，咁好啦，讲下听日啦，啲系八场马，咁啊呢个巡啊，我听日一定讲啊，过年最后一次夜马。系，其实咧十二年后又有虎年嘅，就千祈唔好，我成日靠啲人唔好预病。虎年最后一次咧，虎年十二年后又有虎年嘅。哦，即系十二年以来首次虎年送水马。系啦，系应该系二零读呢、這个读呢、這个，即系识读埋嗰个字啊，咩丑年啊嗰啲咧，即系类似呢啲咧，你又会好啲，因为咧，因为要再转翻呢个要六十年啊嘛，应该睇冇人都睇唔到第二次噶。咁咧就啱嘅，一個甲子有六十年啊嘛，咁你通常拼翻嗰啲字咧就要六十年一次啊嘛，咁你啱，你話虎年最後一次啊嘛，人哋會窒 Q 你啊，頂你啊，十年前虎年最後一次啊嘛，嗱我呢度講笑咋嚇，嗱唔係話嚇賢仔唔好意思啊，係咪先？你話虎年最後十二年前我咪睇過虎年最後一次賽馬咯。我對上我以我年紀睇過幾次虎年最後一次賽馬喎。哦，算啦，呢啲嘢唔好政治特警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每一年咧都係每一次賽日都係個好特別嘅一日嚟嘅。呢一世都得一日嘅啫。好笑，真係嘅。咁啊，辛苦啦。即係成日講，我成日講，我即係好中意捉人自殺。虎年我十二年前睇過虎年最後一次夜馬，跟住我十二年前再對二十四年前我又睇過虎年最後一次賽馬。咁點啊？不呢人講笑啫，啲爛 get 嚟噶，冇特別意思。好啦，系啦，請你講下，聽日你介紹第一場定第二場啊？第一場啊，兩場五班嗱，一早編定噶，冇拆早嘅，因為跑得八場啫。咁啊，嗰啲水準就好似極端啲喎，第二場好似勁啲喎，頭場就再入啲。咁啊，頭場啦，咁啊，頭場見到庫存大師大熱門，你都驚啦。系咯，连库存大师都有大热门嘅，都系宽顿多噶啦，即系马就唔系特别差，咁但系就卅几蚊就算啦。咁啊，搵一只咧就都氹咗好耐噶啦，等咗好耐噶啦，嗰只协奏曲啊，系啊，今季啊三次喺四班跑，初出啊八十几倍喎，好似系。咁啊，跑个第三大冷门，但你留意翻嗰场马咧，其实个第三想唔想要咧，都系两睇嘅啫，直路最后个五万米到啦。咁跟住嗰兩場嘅走排外排啲檔就衰啲啦，或者咁講，佢三場都唔係好好噶啦。咁樣咧就留得再後啲，掹得再後啲，直路咧就再 hea 啲，但係咧都喺個主馬羣島嗰度碌住咁過終點嘅，就冇一點騎啦咁樣。嗰幾場留意喎，都係波波騎嘅啫。好啦，落五班啊，終於捨得啦。咁啊，即刻用個蘇兆輝個檔又好啲。嗱，呢一隻馬咁長，我就覺得佢唔會留得好後嘅，最多中間位置嘅啫。咁啊，如果攝住個檔，即係好似成日講攝下咁上嚟嘅話咧，呢家有幾多倍啊？78蚊廿蚊嘅話，我都係嗰句啦，應該冇噶啦。咁但係嗰啲一邊三希咧，似乎都幾好玩嘅噃。係一乘三協奏曲，好係啦，冇啦。咁啊，到小米啦嚇。咁啊，小米咧，我中意一隻咧，我即係。跑幾次都幾失望，但今次我都想跟一跟佢啊！三場三號機械戰士，但唔係好好分嘅呢只馬。咁就不過，我覺得四班長途呢只馬又會叫下。不過呢只馬咧個跑法咧相當狹窄啊，後上衝一段，咁後上衝一段咧，咁啊何澤瑤最強噶啦，冇第二招噶啦。呢只馬如果放頭何澤瑤嘅，我就唔買噶啦。咁啊一定係留最後噶啦，都衝得幾多啦嚇。但係呢場咧，我啊覺得啲對手咧又～唔係好得啊，係嘛？最勁嗰只咧就特醒咧就退出咗，就變咗龍戰士。咁啊，龍戰士成日話退役都未退役，咁啊變相咧啲馬就你唔會太過覺得好勁啊！即係對上兩隻野馬嘅樂天派同埋管之友咧，都係五班上嚟，
啊，而家五班上嚟赢四班啊嘛，又唔系好多咗，其实原来吓、啊、你知啦，四五班升降机又好 Q 多，但系五班上嚟战胜四班唔系冇，比以前少好多啦吓。咁啊，乐天尤其是，但系你乐天派潘顿就比较潘明辉系嘛，咁啊佢又潘咁啊管之友咧，可能个榜嘅问题啦吓，阿布文骑唔到啊。咁啊，佢又就阿潘頓走嚟搶咗嚟騎，咁啊好定唔好咧？係嘛？咁啊唔知啊，真係。咁啊，何然同長城仲整到威力奔馳，無端有嗰個澳南嘅，好難估嘅。不如我搏一搏啦，機械戰士綁下重啲，不一 win 三 P 就好啱到嗰啲嘛。嚇、啊，咁啊就咁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呢個年，今日出街啊年廿六啊，咁你拜個早年啦。咁啊，祝大家早啲講咩啦？身壯力健啦嚇，吐氣揚眉啦。咁啊，千祈唔好得到嗰啲咩七色书法啦，唔出现啦，冇啊，呢件事唔会出现噶吓。少咗啦，系啊，少咗啊，咁就系咁样啦，横财就手啦，咁就系咁样啦。好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今日节目做喺度啦，咁我亦即系嚟紧啊，将会做多两次索马里集团世界先至过年嘅，我计个数，呢啲都系两次，可能系啊，两次先过年，一次咁年卅年。因为年初三都提早做噶嘛，哦，我以为你咁把炮年初二一齐咁样，今年有冇烟花啊？香港冇留，香港冇人留意呢啲嘢噶啦。OK， 嗱冇啊，嗱有啊，即系香港最紧要系及住听日份工有冇俾人炒嘅啫，冇人谂第啲嘢噶啦，冇你哋，俾你哋别国咁样咁即系喺嗰个。在别国度咁诗情画意啊嘛，系嘛？唔好讲啦，有辛苦埋你知啫。唔系，即系唔会好似你哋咁诗情画意，得闲影下雪啦。哎呀，今日0.5度，哎呀，估唔到条路咁塞咯。哇，呢啲雪嚟噶，系嘛？我哋冇啊，我哋十度楼下都呱呱嘈啊，大佬。好啦，今日多谢高顿啦，非常之高顿啦。咁啊，过年再同你揾你吹水啊，倾偈啊，好啊，身体健康啊 ，OK， 好，今日节目做呢度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